我看。哎，小猫咪。这是三姐妹吗？啊？穿一样的。哦。所以现在只有两姐妹而已，是不是？小猫咪，爸爸跟你过去啊。这么多人啊！嗯，你想要什么？只有一件啦，那少了不要我。啊，根本就第一种。你还可以介绍传说中的三姐妹吗？啊、哦，一样发带，一样发带的呀、啊。猫咪，小猫咪，看好你前面的人在哪里哦。下礼拜一怎么啦？就哪个？圣诞节啊。